彰化县政府地震团队为民服务及重大建设等方面成果丰硕，在办理政策性业务地级图重测工作，是唯一连续12年荣获特优的机关。28日上午，由副县长周志忠颁发表扬绩优地震单位、地震人员及地震室，借此激励地震同仁及凝聚团队向心力，持续为民服务，展现行政效能。那我们希望大家继续发表，以建设大彰化、福利好彰化为期许，共同创造我们彰化人为的幸福。我们继续的努力。本次表扬104年地震业务考核3个绩优单位：行政院第13届档案管理金党奖、第20届地震贡献奖及第3届绩优地震人员13人、104年绩优地震室8人。啊，今天有这个荣幸啊，在各位先进的成长之下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啊，在县府这边接受表扬，非常感谢。啊，我们要秉持服务百姓的精神，继续为百姓解决更多的问题，成为地震人员的最好帮手。104年地震团队荣获多个奖项，并受到各界肯定，并持续以建设大彰化、福利好彰化为期许，共同创造彰化人幸福的未来。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。